接下来红队轮到的是第五棒邱胜翼，蓝队是陈世安，先安啾，慢慢来，开始，哎呦，射出了十分，王子，也是今天目前为止第一个射出十分的选手陈世安哦，他也曾经打过重叠的两个十分。 Rice，衣服是不是都不可以碰到墙？把刚才那个袖口碰到墙，你们要不要倒带一下？好，看一下，谢谢。好，三七六个红队十分，蓝队六分。倒带。 这是基本的规则，不行吗？不可以这样玩的啊！哪有这样玩的？而且都已经结束了，结束再提出这个要求，对啊，那就没有成立啊。瘦子这件事情，它这个是基本的规则。如果问题应该在分数之前就应该这么做，这是很规定，裁判应该都会知道的规则。分数出来要改判，我专业选手我都知道。 没有，小杰，我跟你讲，像我们篮球比赛，我就是要让他完成动作，我才可以抓他。对，所以裁判好。好好。好，金刚大会裁判在正在做确认，好，我们以现场判决为主，所以红队刚刚受理碰到握把，这边扣两分。好，待会下面选手请特别留意这些犯规部分。好，现在我们请红队继续。好，请准备。大家好，稳稳打，稳稳打。 进步了，不是很挺哦。对啊，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对啊，真的很棒。你懂我意思吗？田姐，我带我是对啊，这太有意思。好，棒。红队选手第一发，请准备。放吧，放吧。真的很紧张，打死都往上。对。那是要往哪里射？ 因为描述的限制，我觉得再加上镜头上面的压力，队友的期望，临时于屏气凝神的第一发射击，卡带吗？不是，枪杆没有盖，枪杆没有盖，枪上膛，30秒，激发了，他激发了，已经激发了，激发了，对，他已经激发了，激发。 哎，这个已经激发了，所以就释放有效。所以这一发就是零分。刚刚是怎么回事呢？刚刚是他的枪击盖可能勾在预习的那个位置上，他没有推到实弹的部分。其实应该心里会挺懊恼的耶。对，红队的选手徐摩俊呢，其实他在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啊，他没有那么容易抓到那个准度，可是呢。 不愧是我们的男状元，学习力超强，所以呢，后来在第二次的练习呢，他曾经在5发子弹打到了47分，算是还蛮厉害的。希望徐摩俊呢，待会也可以发挥他状元级的表现。 好，几发？好，几发？怎么了？ 怎么了？压到扳机了。压到扳机了。对。有这个误击。慢慢调整，没关系，我们一步慢慢来。对啊，其实空气手枪的扳机非常轻，大概只有500公克。对，所以它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用力，它很容易就是出去了。刚刚这个状况呢，经裁判团这边确认过，好，因为它有确实做了击发这个动作，所以该分射击是为有效的，所以成绩是零分的。 哎，可是不是在没有开始，不能急，就是不能有击发的，因为枪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能继续扣扳机，对，有子弹撞上去了，对。It's okay, bro. 好，没事，没事，没事。哦，结果经过了裁判啊讨论之后，徐谋俊呢刚刚确实有击发的动作，所以。
那一次是零分。杨奇煜呢，在练习的时候，基本上他的集中度都蛮高的，然后可以射到黑色的范围。巧遇这一发波吧，是想说君子互相送礼。统计报告：红队零分，蓝队零分。哦，哇，是什么？什么命运？红队用枪击盖，没有拉，警告一次。我因为我刚刚就是先装了子弹，就下一发了，对，所以把拉起来。可是对方那边警告，没有，拉不行，警告。杨奇煜，你拉起来没？杨奇煜，在今天的整个空气手枪的这个比赛当中哦，我就有深刻的感觉是，我们的裁判真的非常的严格，是用最专业的比赛标准在对待我们这些明星选手，不管你是可能误击误触了，或者是在违规的方面，都抓得非常的严格哎。你是现在调整心情，重新再来过。对，徐谋俊的第二发射击，觉得徐谋俊可能心情上是大受影响了。因为他们都练习了这么长久的时间，还是很希望可以有破大会纪录的表现。所以今天小玉跟谋俊应该心里是蛮沮丧的。嗯。波霸太高，那刚刚是有带着点，但是是明显的偏高。对，红队四分，蓝队零分。小玉，小玉，你瞄太高了，下来一点，加油，慢慢来哦，调整。有压线，小玉枪不要拿太高。小玉一定要把他的第三发状态调整好，不然我觉得千姐在他的背后，而且他现在看起来蛮火的。有了，有了，有有有，而且不错。已经加走，红队96分，蓝队86分。红队获胜，谢谢。徐谋俊跟林思雨出来一下。哎，你完了，加法，我们两个红队加法真的。这就是经验，各位，这个就是经验，所以每次的比赛的每次的训练都一定要当作练习在做，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OK 吗？所以这就是经验哦，经验哦，全部记起来。跨链科技全明星运动会巨蛋热血演唱会第三季全明星运动会小巨蛋季中赛，红蓝选手同场。